请问扩航已经不是用手工了嘛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现在已经正常了，已经可以电脑最刷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要来机场？没有。那你们来这边，现在看到大排长龙，觉得怎么？有点脚酸。啊，有没有预期要等多久啊？没有，因为你都没讲。没想到说今天的情形会这么混乱，那么。因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因为我平常也不看新闻。有没有预期到说今天机场的状况是这个样子？没有，没有。问一下，有没有预期到今天机场这么混乱这样？有，因为昨天新闻就有报那个宕机的问题。请问你提早多久来？我提早一个小时，本来是提早两小时，又提早三个小时到。他们预期到说今天这样大排长龙，比我们预期的还可能还要再更早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要出去要 delay 多久。登机证还是用影印的，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？他有通知你们说要提早到吗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只是等而已。啊哈，反正就是等他等知道，反正我们就是看荧幕就。